当一个人面对生与死的关键时刻，人类灵性会有一种特殊的醒悟，从恐惧死亡、心理压力，到面对而后亲人该如何继续走下去。接下来开始交代后事，也开始思考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未来将如何活下去等等。这些心理的因素和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完全是一样的。然而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地水火风开始分解，意识开始模糊，灵魂脱体入中阴，一连串此生所有善与恶的业境开始出现，最后进入光明与黑暗的轮回，通往善道与恶道，无人可以躲过上天的审判。因此当癌友罹癌，即马上面对死亡威胁，但对于返老还童而言，他们却还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重建健康，起死回生。然而一般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却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也是为何我们在人世间的时候要把握如何正行与正心，真心的觉悟而走上真正解脱的道路。癌友得到癌症，在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提早醒悟，让此生能够有机会让家庭圆满，有机会让生命重新活出真正的意义与使命。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开癌友心灵之旅课程的主要原因。返老还童所传授的功法，加入身心灵的修炼，不仅能够帮助身体的健康外，同时面对严重失眠及有幻听与幻觉的人更有帮助。尤其有灵异体质的人，身体的阳气大多属于较弱的现象，而特别喜爱灵性的追求。然而这些人却是最容易进入幻听与幻觉，追求灵动，甚至会有起乩现象。因此在功法研习上特别要求不可以随意打坐，不能在夜间打坐，或者将庙里灵动的修炼加入。返老还童不是一般养生气功，而是属于静阳火退阴符的修炼法门，所以才有办法解决有关身体老化问题，更能够帮助有忧郁症、躁郁症、失眠、幻听与幻觉的人。
在功法的设计上是有次第及渐进式的进行，经过十几年来的传授，安全无虞。因此要求教练不可以将功法上传网路，同时加入自己的想法，这些都是在自己无知下不晓得功法原理而错误的误导。看淡生老病死过程，也了解人生无常，看到这些面临生死离别的病友，唯一的信念就是建设好希望园区，并尽可能地将这上乘修炼的功法及心法传授法缘已经具足的教练菩萨们，让他们能够成为希望园区的护法，将这些帮助人类身心灵健康的知识与智慧传承下去。所有的教练及干部要能够放下个人的名，在返老还童团队中不争名，无分别心，没有职务高与低之分，以平等心善待发心的菩萨们，对待癌友就如同对待自己家人一样，让癌友感受到我们的真心与关怀。灵魂永生不死，您所做的一切上天自然知道，也成为您的业境，不用去告诉人我们做了多少善事。放下您此生所为的善事，一份平淡的心就能够降服其心，也不会有诸多的怨尤，才能成为真正的观自在菩萨。